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obe。今天早上长距离团练算是圆满顺利落幕啦。再来就今天早上，其实下雨天又蛮冷的，没想到最后人数还是达到破百，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。
立跑班。中立的同学。是我中立跑班的。中立跑班。今天有什么感想？基本上呢，这一次团练的目标百人，那今天来了100多人，就这样团练成功。然后祝大家之后不管你在比赛上或者说广场上，都可以像这样一群伙伴，然后呢一起前进，好吧？一群人带你跑得更远，带你共创奇迹，我们一起共创传奇。如果你喜欢这次长距离团队的活动的朋友，你也可以在这支影片的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哪里好玩，哪里有趣。如果你觉得哪里需要调整，哪里需要改进的话，你也可以在这支影片的下方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也会多多注意，多多改进。那基本上这支影片即将结束了。如果你看了长距离团队活动，你很想参加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不用担心，你在这支影片的下方 Facebook 点击进去，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，就会有更多2020年长距离团队的消息。如果你喜欢我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订阅，并且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朋友。订阅在下方。记得帮我按下订阅，才会有下一支影片的消息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。